起斗志了。如果对工作味噌奶油玉米拉面，煮一碗拉面之前要先准备好它的配料哦。这是乐事叉烧，材料方面请看框框。加了奶油和玉米的拉面，真的非常的香。好啦，我吃面了，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啊，好吃，真不愧是美牙，我的好老婆。真是的，你太夸张了吧。不对不对。